情人节夜游去，浪漫景点爆你知。2月14日是西洋情人节，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灯光美、气氛佳又不用付门票的夜游景点。台北市的阳明山，除了众所皆知的文化大学后方之外，其实草山行馆前的这个角度看出去也挺不错。新北市除了知名的淡水夜色之外，市区内的板桥新月桥也是相当便捷的浪漫约会去处。新竹市护城河最近打造的艺术灯区展期到2月19日，也可以趁情人节去逛逛。至于台中可赏夜景的地方可真不少，有灯光变幻的大坑情人桥，也可以到清水的鳌峰山观景台看夜色。在彰化只要沿着139线道就有不错夜景。嘉义市内历史悠久的蓝潭风景区，则因为有色彩艳丽的装置艺术，增添了浪漫气息。台南有夜景比白天更美的蓝晒图文创园区，也可以到安平运河边走走。高雄市除了人尽皆知的爱河之外，从西子湾到寿山都能找到气氛还不错的角落，甚至连充满光影变化的图书馆总馆也可以是另类的约会景点。情人节除了吃大餐，也不妨来趟小资旅行，逛逛这些免钱景点。董行文情人节夜游报道。